今天我们要去买一辆车子啊，当时不是我们买车啊，是我一个朋友的老表啊，他说要去买一辆二手车，所以我们也比较好奇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人看到过买二手车的，所以要去看一下这个二手车交易是个什么情况啊。今天是长长见识，顺便看一下这个老表是买的什么车。买车的地方呢是在那个我们市里面啊，所以开车过去的话大概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样子。经理好，这位好，这位好，这位啊，1.5的排量，1.5A2是吧？仔细一点。嗯，没电没事了，没得问题。踩油门没得问题。实现嘞，我用头呢，它动了。好，那个小啊，那边可以了。不是，那椅子顶我那边宽了，那个椅子宽了，懂不懂？我坐这里坐前排3号都是空的呗。所以我开修车的时候，后面我也点东西，放那油门踩的这儿无油的。你看看实现没事，实现忘了没得问题。你可以看，你还蛮新的哈。成色还可以啊，感觉哈。但是依然费力是吧？但是疫情期间，我就也不懂那些东西，关键。老板哥，我他妈哪一条桃都。这样没得重大事故，没得大事故，然后没得么是那些隐形的问题，是吧？没得隐藏的故障就行。背上没下过泥的东西，带了叫，是不是没得么的东西？我后面你看到没？那套的机密车，现在这儿搞脱不打的车。机密车，公司要1.1万多，机票是软不软系？没动过呗。对，动你几点了？好了。5万公里。4秒。差不了，就是。都没动。是的，5万公里是吧？准确来说是5万多一点点。5万多一点点。不到5万1公里了。他那个好像是高配的是吧？他是这款车的，不是他的最高配的。他的这个车一共有3个版本，第一个版本4张版的，4张版的是没天窗。虚实版的都是为带天窗带动向盘。这款车还一个配置是豪华版的，豪华版的都多个么子配置？多个座椅加热，那起码是不给，新车贵1万多。哈哈，对，这次是没真皮，这次晚上没真皮。2018年5月5号的车噻。2018年，有动力吗？没得。有动力吗？那个定时巡航也没得，哎，定时巡航有，定时巡航有哎。来那边，那边就定时巡航那边。那里啊？啊。我讲的，要得，我讲哈。啊。弄得就好点哈。外表亮的还是比较崭新。毕竟他那个车龄比较小，才4年。没我的玩，这个人帮我搞的喂。别个买包机，我八万几千块，买到我这头来，他都等我的玩。这个西大哥搞十几多年，专心搞车的。好，你交好我的套，你不是手老婆。是几多钱呢？你呀。嗯。跑分要报7万7毛钱，或者少点儿为了买别个8万的了，1000、8万、2000、8万，老表是。可以，那个就是教授还是啥那个字？那1.5的教授。1.5的 A 喽，教授嘛。它自然吸气，涡轮增压啊，1.5A2啊，自然吸气。肯定了。A2的自吸。自吸的动力肯定是要差那么一点点。温州家用车也不是开赛车，无所谓。是啊。哎，那个胎油的那个东西包紧了嘞。胎油。来，就来看下子哎。老胎油或者第二啊，胎油包紧了的。胎油包紧，可能是放长时间了的，不得吸是可以的。这是车牌还是那个车牌哦？车牌不会，我要么从箱，还是从箱？哦，可以从箱。从箱不是？嗯。这里应该喷过漆，还有残留的，是吧？但是不知道是这边还是这边哪个地方。那地方油漆不一样，你看。嗯。还是可能是错了的呗，有可能那个边儿有可能是刮错了，或者怎么样的。还是肉眼还是看得出来的。这一块，能包括这里，都是重新喷的油漆。多过头。
现金的万二千八，再赚一万是吧？七万两千五百。老婆七万，不会，老婆老娘好家伙，还赚一万一个。那新的老师那就贵，那就老子妈个，他是下的十五万多，十四万多，不是这买的人了，反正个，买的不是下的，不是下的，接近十五万几千块钱十五万多了，嗯，好吧，那相当于跌了一半。导游给我估一下这几点儿？没得呀。一三年的朗逸。有天窗吗？有天窗。一点六就是的。一点六，你带天窗是带天窗，而且是沙拉。三万点是吧？嗯，三万点。可以，可以了。三万点，三万点之内，得放在一个五厘米的。五厘米的话，差不多了，三万多钱。好，放在五厘米的。那舍不得换。再换一个。你们厂那些。别再换了哈。好的。嗯，好，放下来。他那个电瓶是不是翻过的电瓶？接电瓶换正常，肯定换了电瓶。软装的不舍得。电瓶的寿命一般在软用，一般正常情况下是3年左右的时间再换电瓶。在这干啥呀？好的。这车子手续全都搞定了，我们要准备去吃个午饭，然后回家了。走了。